高挑、性感、细腰婀娜动人，这是广州最新最美的代言人。广州电视观光塔今天跻身全球十大最高建筑之一，究竟是打破了哪些传统规范，才能建造出这个现代经典建筑 ？It feels a little bit like this is our baby, and we see it grow up. 伟大工程巡礼，广州电视观光塔，超级星期四晚上11点，国家地理频道首播。